对于行政院长的职务，我深知这是一个重担，从来不恋战，但是我也不会去回应无端的批评。党内立委包括陈亭妃批评没有行政院检讨报告，高嘉瑜也喊出内阁应团进团出，请问院长支持吗？关于选举提名和选务，不是行政院的工作，但是作为行政团队的一份子，选举惨败应该负起相关责任。行政工作没有做好，做得不够的地方，我们一直以来深切检讨，痛切改正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把它做到更好，符合民众的期待。对于行政院长的职务，我深知这是一个重担，从来不恋战，但是我也不会去回应无端的批评。我们知道作为行政院长，护国为民是我的责任，至于行政院长的任免是总统的职权。